钱就算了，人给我就行。什么时候想嫁了，给我个暗示。这不是想向你求婚，而是想告诉你，有你正好。很希望未来的日子里，都可以有你在。看一个小视频，对，你看这个这种形式，你一看就懂了。有个这样大的问题，理工男上线了，技术男，技术男上线了。但是风是你准备的，还是因你？那就还要照相，对。至少你在意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。现实甜蜜，然后紧接着。谢谢，我们来剪毛衣。真的很好，真的。想听一下你的答案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Cause we were just kids and we fell in love。 为什么？我看一眼。恋恋笔记。从第一天到恋梦空间来，就是我就觉得你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吧，跟别人都不一样。如果以后有更长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话，就是来日方长。好，可以。假如说喜欢的人在对岸，嗯，江面上有雾，你只能看到他一个很朦胧的轮廓。我知道我喜欢的人在对岸，我会等一条船过来，然后我会乘船过去。嗯，你就是很被动的人嘛，又不开心了。现在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喜欢的人在对岸，不如就直接游泳过去了。我就直接游泳过去了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